这样吧，我是这样建议，因为当事人是您和舒心，您能不能跟舒心说上两句，让舒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一下你，占用你一点时间可以吗？行，好，快好，快点吧，快点吧。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来，你说吧，好好说，好好说啊，好好说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我怎么可能？我也不想回来了，我已经不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想问一下王磊，你爱过舒心吗？